战75周年卢沟晓月音乐会正式开始。现场的贵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聂云，我是吴怡杰。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难得的机会，跟在场这么多的前辈长辈齐聚一堂。我们8年抗战的这个历程，我们可以原谅，但是千万不能忘记。战争留下的阴剑，我们不容轻视，敬成灰。指挥的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带来的卢沟晓月大合唱。